o bairro, mas... Vem o bairro, mas...到你也不会修。我一开始想，现在好了好了，开始给我吓得这么不尿。哈哈哈。根本一开始啊，给我吓的。甲沟炎的一定不要痛，发现了吧，稍微的感觉了就赶紧修，别等到发炎的时候长息肉出去。十月40号。要我们问你，要能给我们修完正常上学都没事儿，是不是？啥也没有，我老害怕。不，哪怕每个礼拜天的，我抽。